生在世几十年，何必斤斤来计较？了解自我如金藏，天堂地狱在瞬间，就空长流不尽无，舍身犹未再到期，身怀宝藏不相识，转无染为清净身。人生叹苦苦。接下来我们来复习观身不净的前四句：人生在世几十年，何必斤斤来计较？了解自我入金藏，天堂地狱在瞬间。依韵师姐来帮我们带动。人生在世几十年，我们先打世纪代表人生在世几十年的，用手指头数进来数进来，何必斤斤来计较？我们前上下，然后交换动作来计较呢，算盘打出去又打回来。了解自我入金藏呢，右手握拳，然后脸往右，好像把面具拿开的感觉。了解自我入金藏，打敲木鱼的动作在胸前，然后在上面，天堂地狱在瞬间，往上是天堂，往下是地狱，在瞬间我们做瞬间的动作。接下来我们来练习九孔长流不尽物，色身犹为再道气，身怀宝藏不相识，转污染为清净身。云师姐请。九孔长流不尽物，我们用眼泪来代表，但是这边要有节奏，说九孔长流不尽物，用鼻子，用手捏住鼻子，然后用左手呢把这个臭味拨开，色身犹为再道气，右手放在肩膀上，然后右脚出去，色身犹为再道气的时候收回来，双手胸前合掌，身怀宝藏不相识，转污染为清净身，是两个重复的动作，打千手观音的动作，身怀宝藏不相识，转污染为清净身。每一个人啊，最后的结局呢，都是离开人世间，而万般带不去，也只有业随身。为什么会造业呢？就是为了这个身体。所以四念处呢，就是让我们了解造业的源头，也才能够帮助我们停止造恶业，而脱离苦境。人生在世几十年，何必斤斤来计较？了解自我如金藏，天堂地狱在瞬间，就空长流不尽物，舍身犹为再道起，身怀宝藏不相识，转污染为清净身。人生叹苦苦何在。